Hello， 台中国际动画影展的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年担任评审的王启穗。那我们今年有3000多部报名的作品，很多，所以我们也看得很辛苦。可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今年选的影片。那今年选的影片当中有许多非常精致，然后也非常好玩，也有很多社会议题的探讨。这段时间也不要忘记持续关注我们的脸书及官网，才不会错过最新的资讯哦。